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嚟 Pokemon 嘅最终红上次，讲到打呢一个嘅火箭兵团嘅基地啊，然之后咧就过到嚟呢个大厦啦。咁照道理呢个大厦应该系要打啦，因为嗰个小兵已经让开咗条路。咁亦都上次咧见到呢一个嘅嗰个劲敌，另一个女仔劲敌啦吓，哇！啲靓仔喺度做紧啲咩啊？唔知啲咩靓仔喺度做紧啲咩啊？好，呢度先 fix 勾啊，爆爆头水友先，你爆爆头水友比较麻烦，需要即刻处理咗佢先。佢有隻阿帕怪，好地面，跟住再用火球，点啊 ？OK， 地面再加电光石火，好得啦 ，OK。咁但系都系有一个问题存在咧，就系我队伍咧偏向低呢，有啲系啦，依家84，跟住呢只得73，真系有啲夸张啊！有冇啲地方？呢个地方可唔可以帮我升到呢咧？火爆猴应该未必得啊！呢啲好似打唔赢，呢啲要何龙出马先得。跟住 fake out，fake 一 fake 佢先，跟住吸收，哇，正吸得，火爆猴，诶，近身拳击，哇，好啊，佢啲经都真系几少下。OK， 近身拳击，啊，有坚硬，坚硬呢啲麻烦嘢 ，fake out， 靠先制佢，哇。即系换，使唔使换咧？唔使换啦，都顶得住啊！我呢一只，我知道顶得住嘅。好得，个电击怪就吸收，吸收，哇顶 30% 麻痹，连续麻2次25%，好嘢好嘢，真系甘拜下风。呢一个几率真系会唔会太高啊？我麻痹嗰个几率。好啦，由于死咗两隻精灵，所以我又要落山，又要落翻去下面咧回一回血先。另外就不如唔好用火爆猴同埋河童啦，因为嗰两隻成日都咧一开头就死咗，变相咧佢哋吸唔到经啊，咁所以就唔带佢出场啦。但系唔带佢哋出场又赢唔赢到咧吓，又唔知道啦。喂，咁鬼快，够佢快得，即刻嚟招普通 set 打死咗佢先，跟住飞人嘅。垃圾射击好，已经死咗啦。转杠重，早知转杠打佢啦。呢度 OK 得。哇，唔系啊，又中毒，真系好烦喺度，有药。好，咁呢度咧，我就用药食咗呢个大王宴度，咁就唔使落山麻烦啦。咁依家就打埋呢啲训练家佢，直接换只钢雀出嚟，爆炸啦！即刻换只钢雀出嚟食一食先。呢只系咪蝙蝠啊？系。蝙蝠都系打唔赢我啦，好可惜。啊，完全拗痕啊！啲飞行技系，但系俾佢打得越多都痛嘅。呢招系爆炸喎，学一学都好喎，可学先，学爆炸先。飞天螳螂好死得，飞天螳螂又系死我头。啊，搞错啊！佢竟然快喎，唔系佢应该系话顶，竟然顶唔到呢一下，唔紧要啊。钢雀死咗啊！有冇啲地方可以回重新翻呢？啊，两只怕火嘅 ，OK OK， 几中意呢啲？呢、這个可唔可以瞓？呢、這个可唔可以休息噶？系唔得嘅。呢、這个人有咩用啊？冇用嘅，一堆都系啲讲嘢。呢、這个咩嚟嘅？我呢个系卖出去嘅东西，值钱嘢。好啦，咦？呢个行过，诶、欸，呢、這个未？诶、欸，呢、這个系咪劲人嚟噶？头先有标志嘅。即系头先有嗰、那个诶、对战嗰、那个嗰幅图嘅，直接换啦，换只河童出嚟，加速吸收，哇，系爆火击，呢度就换呢只，佢用蝙蝠啊，再劈，踢两个波过去，呢、這个系咪副团长之类嗰啲啊？即系唔系男长，但系系即系唔系首领，但系系副首领咁样啊？咁样嘅概念。好，嚟到三楼，咁三楼我记得好似系可以传送到去，即系传送到去啱嘅地方嗰个楼层嚟嘅。咁但系依家咁样，我哋直接嚟个普通 set 先啦，即刻秒咗先，秒咗佢先，换钢雀，地鼠啊，飞行机先，再飞行机，哇，打唔入我，完全打唔赢我，地鼠真系飞行机，直接用鸟车佢啦，再飞行。下个你唔系打嘅你，好放过你。呢、這个系咩雷嘅磁碟啊？你嗰呢个系咪属性空用嗰个磁碟机啊？雷嘅磁碟啊，佢嗰个系
降格斗啊！哇，系用啲咁咩？又用啲咁嘅呵欠啊！咁我直接打咗先啦，唔紧要啦。呢度即刻换重，换咗钢锥出嚟。大王铜像，大王铜像换火系 super power。哎，好错技，好在麻痹咗啫，冇中到啱啱。唉，真系 so sad。水技都秒唔到啊！哎，又避咗。哇，呢度啲技真系好危险啊！发现真系极度危险啊！用亲都避咗，点解？打完一隻之后咧，我又要落去回血啦。打完一隻又落去回血，究竟要打，究竟要回几多次先打赢呢一个流程咧？应该去到某个流程攞锁匙，依家要系咪呢度啊？好，你要死啦，应该。OK， 系咪格斗系一拳？真系喎、哦。呢招打唔打死？呢招未必打死，试下啦。不过真系打唔死。用雀仔，系咪又系格斗？呢只系水啊，要用水或者草啊。啊，草唔得啊，啱啱岩石见到。格斗好似会痛，格斗啊，你用格斗打，格斗再格斗，哇，用储气啊，一即刻换咗招格斗嚟抵呢个抗衡佢添。呢个都系火箭兵嘅科学家，建起场地，雷伊哇秒住过啊！想快过天真，呢粒系唔知咩石，轻石系嘛？我嘅精灵系我忠实嘅仆人啊！佢话 B D 龙石见到又唔开胃，唉，因为佢个适应力太屈机啦。B D 龙，佢用嗰啲咩破坏死光啊，咩三角攻击咧，哇，高伤到不得了 ！B D 龙石呢个唔使打嘅。呢个系人质嚟噶，俾人拉咗过嚟。呢只普通飞行应该都死啦，唔需要用用料啦。呢啲未去到最大，呢只就大啦，要大力车死佢先。哎呀，好又可以揈牛。好，打完呢个训练家，我哋又可以翻嚟回血啲。挡佬，先用啲废技先。啊，系，我有命中喺身噶。诶，吸得死好。蝙蝠啊，有用 set 水先，好，跟住再用超能力嘅超能力，哎，好在搞得掂，但系呢个系咪要打噶？大镬啦，我要咧击溃你噶 ，OK， 喂，死啦，咁样就玩完啦，玩完啦，有冇 mega？ 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哇，搞掂咁都赢到，好嘢，好嘢。点解佢嗰啲熔岩团嘅人同埋水蓝队嘅人都系分布晒？即系点讲咧？佢系分开嘅，即系一可能系一层系火箭，唔系一个系熔岩团，一个系水蓝队嘅。佢唔会系一团团咁样嘅，啊？分散晒佢哋系呢啲打未噶？火箭兵团又喺度，跟住熔岩团又喺度，啊！佢哋两个一齐合作。普通石啦呢度，哇扣得咁少，即刻出只钢系，抗一抗毒先。呢度用普通飞行技，哇临别礼物用，即刻换草咪得咯。临别礼物，哇呢只用格斗打，或者系啦格斗啊，接头近身拳击，落地我哋飞起身，用魔爪。呢度用钢翼，搞掂啦，战锤龙。飞人嘅，哇大镬，哇咁样俾人强行撞死咗，黐线嘅真系，火技都系要靠火珠嘅强力火球先打赢呢个科学家 set 技，奇怪，即刻换只火珠出嚟，即刻踢个波喺个头度，再火珠 ，OK， 呢个系咪三头龙啊？三头龙系先用呢招，啊冇啊，直接二 set 普通咯。哇，用啲咁嘅技啊，用恐惧面孔啊，逆鳞，咁都争少少，真系争少少喺度。OK， 搞掂咗。呢个位唔系攞锁匙咩？即系头先啱啱打过人嗰个位，定系喺后面另一边？呢、這个 double tick，
哇，破壞死光，近身拳擊，行唔到過嚟喺度，試試先。系啊，我记得就喺呢条罅位度嘅嗰条咁啊 key 卡。好，有咗 key 卡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开晒所有门啦。而且咧，大人，我谂住落去回血嘅，其实我唔系谂住打嘅，点知都系俾人见到我。来招 fake out 再加极巨水啊 ，set 水啊，成日都讲错咗。第四层、第三层、第咦我落呢个唔系落紧去。Okay. Oh. 他沒有那個 lift 喎、啊、我剛才發現原來他沒有那個 lift 喎，他是不是因為不想被人那麼快上到去，被人要慢慢走樓梯的感覺、啊、接著我們去第三層，這個第幾層沒看到，剛剛換這隻出來飛條又麻痹，黐線又麻痹，呢個咩啊？呢個唔知咩三千年嘅東西嚟嘅，哇係呢啲咁嘅嘢啊 ！set 技打左邊，火球打左邊 ，OK， 全部踢曬落左邊先，因為左邊有機會殺死我哋嘅雀仔，咁就唔好啦。呢度飛行技再火球，喂一發秒咗，好嘢！兩個用了啊，是打一個一定打死佢啦，哎呀，呢、這個 fake out 送啦，唔該，得啦，一個 fake out fake 落去，即刻瞓低咗佢，即刻慣低佢。但我想知嗰、那個嗰張牀喺邊啊？打唔打得贏咧？應該打得贏啩？難講啲嘅喎，屌呢度哇唔得啦，慢速，咦？哇！咦，佢竟然用火箭頭槌，火箭頭槌咁啱啦，呢度再吸收。哎呀，連續麻痹大佬，黐線！佢麻痹機率係冇改到，而係我係咁黑仔啊！即係佢係冇改到嘅情況下，我依然俾人打得咁痛，係嘛？即係唔係？依然係俾人麻痹到。呢度係咪有休息啊？都望到啊！黐線，地基。要翻屋企啦，呢度又送我翻归啦！哎呀，冇技爆炸，自爆啦呢度，是我杀不可辱啊！即刻自爆引爆自己。呢度我决定咧唔打咁多怪，因为打咁多怪其实冇对我冇乜着数。因为呢度升 level 咧，我升几高，对面都系升几高，所以基本上唔需要去到升 level 咯。呢度我而家几多 level 啊？突破85未啊？定已經87啦，已經好打勁敵 MK 啊！喂，點啊？哈哈哈！我咧一早咧，我就一早估到咧你會上嚟呢度，所以我就等啊。我估咧火箭兵團咧拖耐咗你嘅進度啊，但係呢啲唔係我咧在乎嘅嘢。我曾經喺 S 嗰度見到你，嗰個城鎮度見到你嘛，所以我決定咧嚟睇下你咧有冇變得更加強定更加好。OK， 小茂啊嘛。哇！喺呢只啊，佢應該快過我啦，87 level 啊，唔緊要，我哋試下先，用啲飛人技，得佢快過我，依家慢過佢啦，我哋直接用呢招，我用多一次。哇！喺佢做乜嘢啊？佢用一招係恐懼面孔，一招係虛張聲勢喎，佢唔諗住打我噶，黐線真係唔諗住打我喎，睇嚟。好，我哋用火衝踢波，又換呢啲出嚟，好，即刻換呢只。石水，好秒咗佢。下只呢只系降掌，咁降咗我直接用火主出嚟，再踢波。呢度我哋换重换做降掌，顶一顶先。嗱、啊，都顶唔到啦呢度，顶唔到好多下。哎 ，miss 咗头先嗰下。toxic 应该系毒唔知咩咯，我哋用超能力。系啦，咁我哋用超能力打佢。爆音波啊，呢招应该系。換翻鋼掌，呢度用火踢，會一踢過係咪輕鬆啦 ？Come on 係咩啊？哦，呢只格龍，咁格龍我哋起跳啦。哇！喺龍寶大鑊，佢龍寶咗兩下，大鑊兩鋪，俾佢龍寶倒喎。唔應該起跳，佢起跳呢一下仲要冇麻痹到，唉，要輸啦呢度。
佢咁喺度秒住过啦，可以。好啦，完咗啦呢度，俾佢呢一个龙武输咗啦呢一场，但系唔紧要啊。呢度我知道佢冇乜嘢，我可以直接神鸟噶，直接用鸟车佢两下先，再车多下，再打。好，唔紧要，呢度用火煮出嚟，再用呢个二连踢。老早知道你换宠啦，我预知未来翻嚟。啱啱佢用火牙惊咗嗰个惊。我只洛天河龙惊咗佢，所以出唔到招 set 水，真系黐线！疯狂用料，疯狂用料，再用料，佢得翻少少血呢度用。呢度其实可以直接用洛天河龙得唔得咧？唔好啦，都系直接用呢引咗佢只凤神丸出嚟先，之后再换洛天河龙，再用 set 水。今次又系俾人烧伤喎，咁高机率咩？明明得 10% 嘅啫。這個是鋼爵，咁鋼爵我哋用火系呢度咧，再用二连踢系啦，因为我知道佢会用水冲。咁水冲嘅话唔紧要，我哋换只咩出嚟好啲咧？佢呢度一定会用水技，咁我哋试下起跳咯呢度，冇中到啊弹跳，哇好黑仔啊真系，黑仔到爆，一系就俾人惊吓烧伤，一系就咧打唔中。太過分了啩！呢度用二連踢，跟住再換水桶，跟住再用 set 水，又燒傷，有冇咁高機率啊？好，佢用翻嗰只嘅呢只，我哋用火球，又冇中套啦呢下，求下你中啦得唔得啊？佢嗰啲又中，水炮唔高命中嘅啫，大佬。好似我唔识玩喎，呢度直接用呢只啦，不如试下，跟住用水炮收咗呢只先，跟住佢用咩啊 ？Toxic 就系毒系，咁我用超能力，跟住超能力打佢啦，冇特别。下个呢只应该系水系啊，我哋换翻呢只出嚟，系啦，呢个 fake 勾，跟住再用吸收，OK 啊，咁啊呢一只系格龙，咁格龙我哋可以用飞行技打佢。Okay, 飞行器一嚟即刻车个用料过去，再车个用料，得搞掂。点都我哋要换走，要出翻呢只，再用 double tick， 再起跳，点一只火，搞掂啦！呢条友仔，好啦，我咧会继续向上，我咧继续行噶啦。By checking my pocket desk 啊，去到收集呢个图鉴，佢就话。我咧開始見到咧邊啲係強，同埋佢哋點樣進化，係啊，通過呢一個圖鑑啊，佢話我咪實在太聰明咧，我要去呢一個嘅即係呢個 Pokemon 嘅聯盟咧，去揾呢個四大天王係嘛？啱啱佢話係咪天才啊自己？我一定係呢個世界上咧最強嘅訓練家，佢就話。Good luck to you 啊！唔需要咧感到咧一啲紧张啊或者点样嘅，佢话 see you， 黐线嘅啲友，唉，真系有够难打喺度。头先嗰个喺嗰张床喺边度嚟啊？呢度有冇？唔系，我落咗嚟喎。好啊，依家我哋上翻嚟啦，睇下咧最尾嗰个究竟系咪啲咩 boss 或者系用蓝团首领啦 ？OK， 咁啊。You are not a rocket， 佢问我系咪呢一个火箭兵团，我话唔系。你嚟救我，多谢你，我俾只精灵俾你。拉普拉斯就系呢个贝贝龙啦，吓贝贝龙 ，OK 冇特别啦，冇其他选择啦，靓仔，唔知系靓仔定系讲佢嗰个劲敌啊嘛，唔知道，又系你哋喎，又系呢三个，佢话我哋嘅 boss 咧，我开紧会 meeting 啊，最好咧唔好咧打搅佢哋或者麻烦到佢哋啊，又嚟啊火之冰原，好，先用个神鸟打死只阿帕怪先，阿帕怪都系麻烦嘅，我觉得。另一隻開同名唔緊要，呢度咧我哋就用照用啲飛行技打我右手邊先。呢度我哋換隻超能力打神鳥啊，用鳥啊，臨別禮物佢用咗水技 ，OK 呢個時候就用博嗰招叫做網狀，然之後再用超能力打呢隻，搞掂啦 ，OK。
下个咧，我哋就用呢个飞行技打落呢个迷二 Q 度，破一破佢嗰、那个，破一破佢个画皮，之后就超能力打呢一个熊仔。OK， 哇，秒杀，犀利，嘻嘻。咁样我哋用降雀出嚟，果然用啦，降技打迷二 Q 啦，呢度用超能力，用住先啦，冇所谓啦。哇，喺佢用呢一个咩技嚟噶？鬼技。呢度啊，要用恶技打好。呢、這个普通飞行啦，再加恶技，搞掂啦。Easy， 因为佢啲毒系咧比较难用啦，啲属性。阿 g 又死咗啦，佢就话咧又向光速嗰度飞咗去啦。火箭兵团，阿 boss， 哇，即系又要翻去回血啦，咁样讲法系嘛？呢个系咪回血噶？我哋打埋呢个回血先入去。呢只啦，呢只打赢我喎，即刻换草嘅吸收。哇，喺竟然出呢只，好水技爆炸拳，好点解石火？又系你，你近身攻击，好秒杀。下个用岩团嘅过嚟，火球点解石火？火球二连踢，二连踢都唔系好痛嘅。但唔緊要啊，回血好，回血之後我哋就上去打呢一個熔岩團，應該睇個款應該似係四雙啊，即係唔係應該係雙打一個打兩個。好，而家睇睇啦，呢個係咩情況啊 ？OK， 哇，你邊位啊你？呢兩個就係呢一個熔岩團同埋海南水南隊嘅首領啊。我哋咧冇時間咧做呢個保姆啊，係啊，湊仔冇時間。誒、欸，四雙嚟喎 ，good job 啊，做得好啊，我哋最終咧揾到佢哋啦。你又系你，你咧跟住我哋啊，系咁。你成日都咧搞乱我哋嘅计划啊！佢话，我哋打算咧要控制呢一个嘅关东啊！佢就话，而你咧唔好谂住咧做某啲嘢破坏啊！佢就话，今次我哋两个首领喺一度啊，你会后悔咧嚟到呢一度啊！佢话，你净系识得讲呢啲，但系今日咧我一定会咧打低你啊，将呢一切结束佢。這個我們的機會，我們一定要打贏他們兩個。好啊，好啊，盡量啦，看看你什麼技，看看你什麼重先。哇，古拉多啊他。黐線，黐完古拉多，沒得用水技了，這樣。先用，哇，他地龍啊。給你地龍有什麼技啊，地龍大佬。打死你先啊，熱風。哇！佢仲加速添喎，嗰只點搞啊，大佬？火球睇呢邊，蘇拉邊，惡嘅唔知咩技嗰招。哎，因為佢個太陽我，哇！唔係啊，呢個時候又落雨啊！啱啱仲係太陽，呢個時候就落咗雨啊。OK， 跳一跳先呢度。哎，地面技，哇！佢呢招噴水定唔知咩啊？扣打曬兩個。哇，敢唔敢得掂啊？我冇水技喎、啊，睇嚟要输喺度，要谂一谂点打喺度。又 mega， 又始源，几时有埋二 set 招式啊？哦，又做呢、這个，又做观众啦我，唔知咩地獄特刺我见到佢用，佢仲有只拉蒂欧斯，第一招兵技就差唔多将佢收咗档啦，亦都呢下头锤撞唔死嗰只嘅。嗰只火牛，我唔知道叫咩名嗰只系啦，地面加火属性啊！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呢度先啦，好遗憾地打唔赢呢个首领住，要计一计划点样谂一谂用啲咩战术去打赢佢哋。好，咁今集嘅最终红时间嚟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，各位，拜拜！中意记得 like 同埋俾个订阅，拜拜。